发展成为就文化艺术之都，那当然是好事了。这个我相信香港所有的人都是拍手叫好了，但是这需要很漫长的岁月，并且还需要香港所有的人，包括政府还有家长一起努力重视，大家一起重视艺术啊，为艺术出力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我们政府还是要需要这个重视我们本地的艺术家啊，还有要制造一种氛围，就让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希望来香港生活，来香港创作。这个时候香港真正的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就到了。